第三阶段。狼姿态，其实我现在有点犹豫，到底要不要点狼姿态。有压碎性打击，点吧。什么时候变这么多？来，一只一只来，在这边就可以了，交给佣兵吧。来这边最安全。刚刚他是会增值吗？他突然爆出二三人，再升一次，这又增值了。对，现在升等，我好像昨天说过，想要试试看石头爪。石头爪好像可以降低敌人的那个攻击速度。
点一集。F 六。好像不太好用，耗魔耗超凶的，我还是用我的冰冷攻击吧。说啊，这怪物也太拖了吧。血怎么一直在扣啊？Oh!
路上都安静。别别别，又是那个什么精英区域，等级也没多少，多多少。到104等，然后突然经验值变得超少。超痛的、啊！换熊姿态，熊姿态也没有用，死掉了。哎，丢给佣兵好了，丢给佣兵好了。反正他还蛮硬的，现在。Afternoon。加了所有技能，I'll put that to good use。对，结论是熊姿态也没有用。啊，我开那个时空回廊不见。救命死！交给狗狗，交给狗狗，交给狗狗去打。
我就用这招堡垒去打他好了，虽然等级就这么一点点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快快快快！我现在正在被围哦，安安，安安娜喽。我现在正在危机。我现在在绕圈，我停下来我就被打死。跟亚马逊差超多的。亚马逊，我记得我被打也不会这样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好，欢迎来收看，看起来很好。我觉得它难度有调整诶。哦呦！哦呦！只能这样一直绕圈圈打了。啊，搞定一个，搞定一个，搞定一个。拜托你们了，拜托你们了，堡垒。等一下，一个就来单挑，剩一个就来单挑。哦呦，超可怕的啊！不要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绕圈圈，靠圈圈，绕到快吐，就是为了干掉他们两个。幸好他们两个移动速度还没有我高。可惜的是，佣兵刚刚已经被干掉了。佣兵刚刚一个挡三个，他已经很努力了。哦，跳斩又是在玩那个寒冰针，寒冰霸学，大剑师的跳斩，直接跳过来。拜托拜托。先把那个红色的搞定，白色的超可怕的。哦哟，他们血量都升了不到20%，再连续用个5-6次就好了。另一个剩10%，红色剩10%，白色还有20%左右。而且我的狼狼都有在打他。还好跑速够快。哦，不要。我觉得他们攻击力高到已经不是防御的程度了。打得有够痒的。完了完了。不要不要，我一定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应该再两波红色就会趴掉。红色在发红光欸，它还会瞬间移动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他们移动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。再一波，我发觉根本就没打到啊！他们移动速度越来越快。
都打到白色的，撑住啊，撑住啊，撑住啊！超痛的，被打一下两三千哎、欸，所以我不能停下来啊！我刚稍微停下来，我就差点趴掉了。哇！哇、哦，格挡格挡！哇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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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失败，要再重来了啦！佣兵也要复活，该怎么办 ？Yes, warrior. 再一次！犹豫就会败北，不犹豫也会趴掉。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他直接跟上我的速度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他跑得越来越快。这是我直接硬干的。佣兵交给你了，别！为什么是打我？石头雨，就快！打他！不是打我。哦，白色的搞定。哇，瞬间喷掉欸。Jack! 有没有看到他这样一过来，然后转，然后我就转死了。Afternoon.我先买那个药水，我把药水补满。Good afternoon。我先让那个佣兵先抽血面好，完全打不了。我看一下我这个洞已经都差不多了，都塞满满。鞋子倒是还有两个。鞋子跟衣服各有，总共三个。我要塞什么呢？塞体力，还是塞力量？塞力量。我昨天也是哦，我就玩到古堡，然后投石器那边，应该还记得吧？村长真的是超难打的，村长啊。村长我死了一次，然后第二次我直接强化我的冲锋枪，威力 1.5 倍，直接打下去。我去，哎呦，竟敢打我！哇，你看打这个就多轻松啊，真是棒透了。我有叫你打哦。今天要来挑战，接下来就是进监狱嘛，然后打开那个门，进监狱之后干掉那个。对，后来我就直接用丢手榴弹一直丢，把它丢掉。柯立克嘛，然后塔立克。哎呦！来，单挑。搞定！哇，棒透了！爪男队的，就是那个爪子男，进监狱打爪子男。
那个比较麻烦，爪子男。因为我第一次打的时候不知道啊，你们跟我说用走路的可以，对不对 ？I can't。走路的可以不会被他发现，所以我要试试看，走到他后面，然后用狙击枪，我想要试试看。我学了石头鱼，听声音，走路不是，你们不是说走路可以吗？所以我想要试试看，还是说我走一走也被他看掉？哦，又来又来，又是这招。听音辨位的，他还真的挡得住哎！那么砍他大概两三刀就会把我干掉。啊，我被砍两三刀，好像玩意思我也是被砍两三刀就快过啊。狮子姿态，压碎性打击，物理伤害。俗话说，攻击最就是最好的防御。我的石头鱼好吃吗？敌人攻击速度减25%。命中率减49%，好弱、哦！我原本以为是打下去敌人都打不到我。我转了，我后来好像都是直接很远的地方把他干搞定，就大概在栅栏那边嘛，栅栏那边被关起来，其他部分好像遇到转栏都是很后面，就距离很远。基本上距离远我都直接那个远边，然后狙击他，然后他就自己背对着我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设定。哦，对啊，激战 X 要分析剧情。我后来发现他其实不像那个激战 BX， 激战 BX 他是每个影，不管你是分析路线。隐藏条件都可以在每个地方拿到啊！不会吧，他要趴掉了啊！然后他就变分路线，所以有一些我可能要转换，就钢弹系列跟超级系列要分开。我前面走超级系，那我再接下来走那个钢弹系列。走钢弹超级这样轮流用啊，这样的话隐藏要素应该可以拿到胜利，因为钢弹其实后面钢弹根本就主力了。这什么东西啊 ？Besting the evening。其实我真应该先下去第二层。一个往地上跟宇宙一听就知道是钢弹啊，好像以前到现在很多部啦，很多代一定钢弹，毕竟本来它设定世界观。大多都在宇宙，地上的一听就知道是超级系，天使与龙的轮舞就不会在宇宙啊。希望这一代啊，他宇宙关卡多一点，不要像阿巴外传一样，最后一两关才是宇宙。
宇宙会遇到阿姆罗，哎 ，OK 啊，还会遇到夏亚，我蛮期待的。夏亚的隐藏机体夜鹰，不过夜鹰好像只有出现在小说，夜鹰是小说出现的。哦，你是往宇宙路线的，我也试试看宇宙路线，因为毕竟如果我隐藏要素都要拿的话，不能都是只有超级系路线。哦，珠宝太好了，终于有新的珠宝了。前面走那个超级路线啊，然后结果反而那个邦迪那个作品的隐藏要素少拿了一点，所以不过基本上我每个都会拿，所以他的点数应该我是够，他说要大于5嘛，少拿了3个，如果前面是走钢弹路线就可以拿到另外3个。毅然决然的发现到，这经验值越来越难。地上会遇到魔神力啊哈！我记得好像二级话有魔神凯撒，对对。马斯林凯撒总算遇到了。我的马斯凯撒，应该不会 一出场就只是马斯凯撒吧？通常应该是那个通缉力篇的魔神力啊，然后之后才变马斯凯撒。不知道欸，因为宇宙路线我那边有看到有其他隐藏要素。我在考虑啊，要不要用？还是说有一些隐藏要素，我就直接放弃？我在想要不要放弃？如果放弃的话，我就可以走那个马斯卡那边。看他如何变成马斯凯撒。是不会有影响到了，因为毕竟我那个 BX 当时就挑战过所有隐藏要素，然后我在想说，那我这次要不要？如果没有要的话，我就直接走超级路线。看一下夏亚的隐藏要素会不会影响到？不会影响到，我就直接走超级路线好了。因为我看到二十几话那一边啊，分歧路线比较多的影响是两台啊，就两台那个夏亚旁边的小跟班。然后还有杀那个昆曼莎，绿色那一台昆曼莎啊，夏亚是不是会加入？会吧，他应该是直接那个设定上就可以直接加进来，就不是，应该不是那个，不是隐藏人物，他有隐藏机体，因为我看到夏亚有隐藏机体，但是夏亚不是隐藏人物。
所以一定有嘛，总不能说像那个阿法二吧？阿法二下牙有隐藏机体，可是那是敌人的下牙的隐藏机体，给你挑战用的。顶多三十几话了，三十几话大致上都加入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再来就是强化，不一定哦，因为逆袭夏亚除了阿姆罗就夏亚嘛，有可能阿姆罗先加入，然后夏亚大约四十多话才加入，到时候我再看全攻略，基本上应该都会有人描述说哪些人几话会加入。佣兵死掉了。照你说的，就是分歧路线那边会加。我在想说，到底是三十多画家还是四十画家下牙？越后面用的越不好哎、欸，因为就像那个呆金嘎一样。大力神最后两话才加入，让我觉得有点不充足。三万九，一直用仓库的钱。